这个抖 app 抖 app 试试看，打一波。连林眼都抖呢，真的呢！哇，这个演得太像啦，演得太像啦，大家都很配合呢，真不愧是我的林眼，谢谢大家，大家辛苦了。哦，一开始没倍率啊，要先被打再说。我要先把新珠留下来。水初音终于临时了，哇，恭喜恭喜！我有一个比较简单的通关配置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？会完美，其实也没有完美啊，削得蛮烂的。这里的话，可以这样子试试看，然后光珠新珠。好，这样子我们打打看好了。哇，这叠珠谁叠的厉害？还没打第一局就为了看早餐台，真的假的？哇，回满血了耶，可以，这回血的感觉非常棒。好，抖按九世盟，记得发给我们薪水哦。发给你们无形的快乐，不然我真的会破产。好吧，大家开心就好，开心就好。冠老板确定，冠老板，我们不是要约好吧？30万订阅的时候，我们要一起吃早餐啊，有吧有吧？30万订阅再见。哦，感谢林雅，不，感谢谢谢观众 LCM 的港币10块斗内，谢谢你。早餐买早餐用吗？感谢感谢，可以啦，这对好磨啊！天哪，我们来开这个好了，然后抖音开起来，冠老板认证，付钱里面什么概念？一个全新的概念，全新的直播台。一边念书一边看后台，哇，念到白，对吧？念到晚上哦，哇，真的是蛮辛苦的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好，这边我把库拉皮卡再度的给它开回来，真的灵眼懂哎，哇 ，PS 我不是灵眼，还是有正常的观众哦，所以我们是那个正常的观众跟不正常的观众吧，也不能讲不正常的观众，跟比较可爱的观众。对，所以有两种不一样的观众。这里的话，我们那个开个龙科好了。天照有可能不，我不知道哎，天照可能有机会啊，但是要试试，觉得还是挺难的。一边上课一边看阿红台，哈，现在吗？啊，不，我还破音，激动到破音。现在你在上课，你在上什么课？什么神秘老师的课后辅导吗？还是老司机的课？还是什么课？什么课会下来上？过啦，刚好破亿，完美第四关。阿红大手笔邀请这么多人，你就知道我用心良苦在经营我的频道哎。尴尬的破音，尴尬，真的尴尬。哎，为什么打那么痒啊？哦，因为我们一直没有被打啊，要被打才会爽。哎，又被烧到了，完蛋了！我一直被烧到。神秘猴的开车守则，不行，我要回血，我要回血。这样子好，我不能再被烧到了，再被烧到就会很烫。嗯。全超人可能吗？可以啦，但是就是要吃石头。欸，为什么？哦，对哦，他不行，他回复力归零，尴尬，第五关，
二十连击盾，这边要回血的哦，有有有有有，我们先开个铜虎，然后哦，本完全没星珠哦，对，哎，达克尼斯会跟铜虎互相影响哦，所以这边没有星珠可能是正常的。那我们再来回个血吧，我想想看，好，这里就这样，再这样，再这样，这样，完美 ，perfect， 就是你了。连击应该没问题，然后我们再开个这个，好，补颗，我们直接打起来了，爆发全部给他送给他，哇，完美！知道还会玩转盘吗？嗯，这个不一定，有机会当然会想要玩。阿红先不要激动，我妈妈在睡觉。等下这个名字有点英文，我没办法讲。大家还记得那个羊妈妈的梗怎么来的吗？就是因为有人的妈妈在睡觉，然后我想要叫他的妈妈起床一起看直播。对，那这个是好，就祝你妈妈就是辛苦了，妈妈辛苦了，可能工作到家，不要吵他，不要吵他，好吧？我们就安静一点，安静一点，安静一点，安静一点。没事，好，哎，我们安静一点，然后我们小声一点开直播吧。没有，你就把你的手机声音调小声一点就好了吼。声音调小声一点，羊妈妈起床了，还在大声，还敢大声？你看这里的话有点尴尬，有点尴尬。我们打蛮久的哎，哦，这叠珠尴尬，太厉害了吧？哎，这个我可能要洗到这个铜虎跳起来，我们才有办法。比较能够带走他，不然这边伤害实在太低啦，太低啦。OK，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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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慢慢打，慢慢打。加好了可以去浮潜了，什么东西加什么？我妈如果看到直播，一定会一起看。哇，好温馨哦！太温馨的家庭了吧，好想哦，好想要搬去你家住哦。OK， 这样的话，算了，到底是要跳起来哦，快快了快了，怪叔叔，怪叔叔，我买 I 十一了吗？我看起来像是会买 I 十一的那种人吗？是啊，不是，我才不会买 I 十一嘞，好贵哦。哎 ，I 十一好像也没有特别贵啊，就是普通的价格。但是最近没有要换手机，所以没有换。我比较常用电绘版转珠啊，对啊，所以我也不用重启。嘣嘣嘣嘣嘣嘣嘣，嗨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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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了。这边就走一个稳定路线。哎，等下新珠是什么珠子啊？这样我没办法看哎。哦，等下等抖音跳的时候再说。这边是，这边我们怎么消都不会消到新珠，真低爽。只不过是光珠，哎，光珠是什么珠子？暗珠是不是？还是什么珠子？等下，光珠是什么珠子？好，这边我们尽力消消版面。然后这边只有光珠兼具新符石的这一个效果，所以我们尽量消光珠来回血。木珠是不是木珠吗？好，哎，这对翔其实很多，慢慢磨就可以过了。I11720P 很尴尬，颗粒感很重，是我还没有机会去看一下到底新的科技在干嘛。新珠是木珠，了解。好，然后水珠是光珠吗？其实我觉得这个很稳啊，这边不用那个了，应该是不用把抖刃解除掉了。这边开抖刃是反而是比较稳的一个打法，有减伤，所以这边我们就稳着打，稳着打就可以过了。皮卡我是笑话吗？什么东西？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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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颗粒感这讲法真专业。所以是怎样？颗粒感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去找一下。其实没有颗粒感，除非你十公分看荧幕。哦 ，DPI 哦。DPI 我懂啦，讲 DPI 就好了。什么颗粒感？我怎么那么没听过的词？有人讲手机会讲颗粒感吗？好像比较少。那通常是我在喝美丽果的时候会讲到的词啊。帅气男子晚安。这里怎么办？好、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哦，哇，那皮。抖位很猛欸，这边还直接进心欸，欸，超适合这个关卡的啦，抖位厉害哦。你看，欸，我觉得抖位很稳欸，超稳的，超稳。耶、yeah, ，第八关王冠，其实我们只要把这个技能挤掉就好啦。一二三四，刚好四个啊。这几个，这两个对不对？就挤掉啦！谢谢大家，太稳啦，厉害厉害，直接手转起来。这样，完美！哇，抖音真的猛，真的猛！哎、啊，因为我们一直没有被打，对不对？我应该加个龙科的，应该加个龙科的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我们还在。耶！哇哦 ！OK， 接着把导演给关掉，不然那工作会太多。然后这个出来。消啊！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好，出来，出来，好，有了，很激动，好，可以，可以啊！我们有超多的转速时间，所以在这边我们真的是慢慢转就好了，慢慢转就好了。嗯哼，哎呦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好，这样。回来了，大黄人 ，Hello， 大黄人是有一个人叫做大黄人，然后他的头像是皮卡丘，太有趣了。这里的话，直接回个血吧。哇，这叠珠太扯了吧？谁叠的？666啊！早餐是十点吃的，所以阿黄要直播到十点哦。谁早餐十点吃？我早餐都晚上四点吃，没有，我早餐大概六七点吧。如果我之前有吃早餐的话是这样，开关它，好，到底谁早餐十点吃啦，太晚了啦，我们开到直接暴毙啊，这么晚在开台，对啊，然后 YouTube 难赚啊，难赚难赚，有够难赚的工作的。所以现在没吃早餐了，对，我现在比较少吃早餐。然后你会发现到这队还有那个武装龙科还没有啊，不，龙科还没有开嘛，所以这队稳的稳的。然后看到明天早上十点来吃早餐吗？不要，我不要开到十点，太晚了，有够晚，不准十点吃早餐啊！大家今天。啊，今天早点吃早餐啦，好吧？啊，今天早点吃，不要只要吃这么晚，各位吃这么晚身体不好啊，真的身体不好、啊，我为各位的那个健康着想，不要吃这么晚，真的。哇，要够了，开个随便开一开啦。我们十点一起十点。那就十一点才吃早餐，这已经是中餐了吧？
真的，听听哥哥一句话，不要这么晚吃早餐啦。开台到三点半，还有千人，我就问还有谁？那那都灵验啦，那都灵验啦，假的啊、哦、没有，没有啦，大家很可爱，都陪我到很晚，真的谢谢大家，真的谢谢大家，大家真的辛苦了。今天真的是久违的早餐台，好，我来看一下这零食，哎，又一堆零食通关啦，我们简直就是在霸凌这个关卡、啊，那是太简单了吧？